vivo 王牌时刻，举一反三。花花小虫，两人一组，两队轮流进行答题，一人根据屏幕上给出的拼音声母来进行组词，并且呢通过肢体动作表演出来。红组人猜出这个词语就可以得分了。我要提醒一下啊，负责表演的队员是不可以发出声音的。不会就是你比划我猜吧？对。哦天哪，这个游戏的新包装不错呀。做好准备，我们从这边开始好不好？好。好。来，请看首字母。鹏哥开始演，哎。这是真实，是我猜吧？我说了吗？你猜啥呢？你在这儿？我干啥了？你这是？我在猜你的心理活动。这是？躺着。哦，我知道。诈尸。诈尸。天哪！诈尸！来，青春班继续。好。真纯。真傻。不是真傻，看不出来吗？翻书。这厮骂够了没有？知识啊，知识！提醒一下小爽，我们在教室里呢。思考，猜不出来吗？这么明显？你说一下试试。知识，这是知识。这哪是知识啊！我看了书得到了知识啊！那你太多的迷惑人的动作了。哎，你看，先看书长知识啊，哪有问题啊？杨宁哥，我以为是真傻。真傻是这样的。蒸汽。煮水啊，郑爽，对了，郑爽没问题啊。找事儿。看我啊！真损！大概这意思往这方面接近啊。指桑嘴损，再有内涵一点的那种。炸塞！好痛啊！五。4 3 2 1战士，对不起，自杀是重伤，重伤在背后恶意重伤他人。哎呦我天哪！杨迪所有的表演都是场外信息。来继续。找死，有点像，肇事追，追，还有一跟追很像，跟追很像的捉尸是什么东西啊？捉死。作诗啊！哎，对了，这个有文化。杨迪，你学着点儿。这
字，二，第一个字稀，稀的是什么？面、汤、饭、菜。你稀饭吗？你稀饭吗？平时？周四。粥，这哪是粥啊，哥？这不是喝的粥吗？这太难了吧，粥！我现在在吃粥，完了上上四，周四猜不到啊！坐吧，赵四。哎哎，又到了我们精彩的杨迪的片段。哎呀！来来，大家一起关注杨迪老师啊，看他如何为难郑爽。我这个真的很简单。真酸，不是，这太复杂了，哎呦，太复杂了，你太复杂了，杨迪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蛇，这是救蛇，正救不是，正救，真的很简单了，啊，还简单，是我太笨了，你的表演老师能打死你，真的，杨迪，我帮着郑爽。这是蛇是吧？对对对，蛇，蛇死了，然后你按压救它。嗯。你跟我说一下，我来演行吗？你想出什么这个词儿啊？痛不痛楚？你演一下。我。什么东西？蛇晕了，对它进行治疗，治蛇嘛。治蛇是个词儿啊，他的比划就证明了这两个字母中的一个词儿嘛。智商没有。季老师，来看第二题，有一个经典的。怎么还说话呢？不让说话。下作。为了答案也是认了是吧？什么良心游戏？哎呦呦，很简单，咚咚咚咚，心脏。对，来花花，随便猜，猜什么都对。真的吗？你猜一个吧。宣战。什么？他刚刚跟我拍桌子，宣战。哇，你们。你有吗？你来演。七，上上，哦，可以可以，腾哥又来了啊，洗脚，嚣张，哎呀，洗脚，我以为你把脚拿下来要表演呢，注意力全在你的脚上，来继续。还能吃杏子，猎人变威力，变身。你越演越看不懂了。香皂，香皂，不是，香皂，香皂。二一，洗澡，洗那个澡。哎，你不用玩脑筋急转弯行不行嘛？哎，你就是要放水，然后。不就好了吗？不是枣，吃的枣。他说那个吃的枣。你好多余啊！你没看过那个求千尺吗？他的你想跟你说话。求千尺。他的武器是枣核。你演的真的是复杂化了。不是。我以为洗澡很好猜，你看摘下来洗了。哦，不想听了。卸妆。哇，好嘞。相纸。对。腾哥又来了啊。俗易懂一点，哥。寻找。
啥玩意儿？寻找。寻找？这不就在这儿了吗？寻座。Round two。这是几排呀？几座啊？哦，在这儿呢。寻找。Wow。都已经快说出答案了，你非得给他绕走是吗？ Round three。在这儿呢，七号、八号。选择。选座。选座。啊！怎么那么凶？我怎么知道是这么没有文化的？太通俗了。选座，我不比洗澡强啊。哎。这个应该好弄。一休。一休。想。想。想做。想。想做什么东西？想装。想。闭上。想。想想走。想走。什么良心游戏？想走。想走吗？刚才是。就对了，对了，就是对了，下一组了，该。这是良心。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啥？是想着呀。想着。哦，很好啊，想着挺好的。你能想个事儿吗？不能。想着，太难了。好后悔。怎么就难了？好，这题答题结束。目前为止，王牌家族暂时领先。没想到，全靠咱俩。那边主要毁在杨迪那个。我真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已经很好了。嗯。我们想，我们觉得挺好的。我们想，奖状。你一说挺好的，奖状都掉了，小爽。